哇，好像你们去北极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四个人穿最多，我都不好意思。真的，人家小孩子穿短袖。四像月世界一样子。被风吹跑了，老婆。这就是卧，这是卧，我们就沿着它开，我们会沿着它开 Badland 卧，所以怪不得那个镇叫做卧嘛。这边呢，这就是一个整个 Ridge， 就是它的卧。后面那片，后面那片是它的卧。这里，这是卧。等下开车会沿着这个边上。要讲脏话。
所以它这也是海底的时候，它是比较泥层的部分。它这个土恐怕是很松软。对，比较松软的。像不像那个蚂蚁窝？对啊，像蚂蚁窝。所以当初海底的时候，它就是泥。Yeah. 泥浆的部分。OK， 它讲什么？所以你看那时候的地壳变动的多厉害，嗯，对，它可以从把它从海底，然后就要弄上来，把它推上来，对。No. All real dodge. 那是史前动物了。呀、yeah. 嗯。那时候一定经过天崩地裂。对。感觉有点像哦，真的月世界。那月世界真的很像，对啊。那月世界我觉得有点小。对，月世界太小了。对，它小，所以就不没几步就对，没几步就没假如没记错的话，这个国家公园是可以到处走的。哦。它不会限制你，所以就在确认上是可以到处走的。有些人走。对啊，都走下去了。Morning。哇，这边看过去是完全都是。完全是月世界，这很像，对不对？月世界没有那么大。对，月世界没那么大。绿树大便是。那边是可以走过去的。
Do it. Come on. If you want to walk around, go ahead. I'm not going to go anymore. Steve, can we go around?对呀、啊，哇，太神奇了！嗯，看看能找到这个螺的化石。对呀、啊，它有现在美国地图就知道这么多的海里面这里。OK， 这个都是化石区，里面都是化石区。还真希望能看到真的话。
干嘛？我这是拍水啊！哦、拍石头。我以为你啊。嗯，这个你是谁都不知道。模特，他是才买模特，他是要拍模特。所以他刚刚说是黄色那一层是67个百万年，67个百万年那边挖出来都是很多化石，所以这一区是挖化石的地方。讲话要到里头走。我相信他应该很多，只是看你要不要去挖而已。只有一两个。对啊。冲水了。对。